看这么久，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因为你放了这么多角度都决定了。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。哇，是判定出局哦，所以是一个判决逆转，所以让同学这边是挑战成功，也结束这个半局中信兄弟的攻势，最后是三上三下无功而返。